装甲，但我说衣服啊，衣服没差吧？医疗针的话有差。啊，我本来就没有啊。镭射，啊，你说要带盾是不是？扛两个盾应该可以吧？哎，镭射跟盾有没有冲突？有有，我觉得有。那我这样用机枪就好了。这个甲可以了吧？第一页就可以换的东西。就无所谓。我觉得还好啦，那个不是这关的重点。所以要带雷射、机枪。机枪在哪？找不到，太久没用。盟友，盟友比较最先换到吧？对，机枪是初始武器。没有啊。可他们不用用债券的，应该都可以拿吧？你就不管他是几等的、啊，所以新炮也 OK 吧？可以啊。对啊，这都是他们换拿得出来的东西啊。哎、欸，常常你不要用机枪啊，那个机枪真的很烂。哪有不错用好不好？还清小怪啊。对啊，我只能跟这样的话，另外一个带什么烟雾？这样。哎、欸，那强化嘞？强化哪个是付费的？忘记了。全部都是啊，你那个就是付费了，那还有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只有生命强化跟体力强化没了。好啊，那我就不要带、啊。你可以带大腿啊，没关系啊，不要带、啊。你这样玩好痛苦哦，我想退出了。不会啊，还是那还好吧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先讲，谁要先丢雷射？哎、欸，扇子有带吗？到时候再讲。有啊，都有带。不要带什么，起战的时候不要带什么，完全没有，没有。对，看我带了什么。我看到你有带，哎、欸，有血有血有血，压掉一个。好、哦，不好用。那等下谁先丢？好吧，来，先出一罐，先出一罐。不然我跟厂长一起跑、哦，我们当第一个丢的。哎呀，先讲好了。好久没用这种枪了。对啊，好久没用。我先拆巢穴啊。哎。哎、欸，我去找巡逻队玩耍了。玩耍。巡逻队就是来玩耍的。为什么你们都在那边，然后我一个人在这边？我好可怜，我要跑这种玩家。啊、不是啊，玩耍啊，不就变三个人在守？其实可以，因为他在外面跑的话，会吸到出来的这一关。但模拟就不准了，对不对？新手哪有可能一个人在外面跑？可以啊，但是新手都会有一个老手。哎、欸，不对哦，我新手都是一个 solo。等一下，我去拆开那个。按了。先拆那个，我按了哦。别跳了！哎！有人射吗？他现在哪边呢？我压第二个烟的位置，丢第一个。我丢了，我丢了。我压另外一个。没有，是恐慌岛。哎！扇子小心！谁呢？谁的炮啊？一直射到我！那个炮来了！炮啊！他现在守很多地。来位置。For prosperity！ 我不跑出来了哦！哎！刚好在飞过呢，没事的话。哎、欸，你刚有丢吗？我怎么没有看到你的？
我丢在那一区啊，就在那个位置啊，你丢这里，我丢这边。那按掉地飞吧，我看起来要拿。啊，结果没人打我、啊。你怎么手手死的？都被发现。我吗？我正在对付冲锋船的时候，就不知道打哪里，小屁孩，臭屁，捅了一刀就。屁股痛痛的是吗？ 哎、欸，这边有个暗料体，看见没有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哎、欸，那空桶啊，要不要停掉、啊？我忘记我带琴炮，我那边一下我就走。我先去布阵。OK， 好、啊，我先去带小虫子上步了。不要再想了嘛，大的一起带了。对啊，没办法。 他带小屁孩，没办法，大的会把你小的赶走呢。不要，我也不要。哦，太大只了啦！又不是拿镰刀，至少可以跟他玩耍一下。哎，你这次没带气泡吧？看你那天拿背包啦，不是没过。我带气泡，因为这是换得到的。所以那边有一只可爱的虫虫。哎，来。 那你们慢慢跟扇子丢雷射哦。烟出来再丢。对啊。我这边有一只。我要先处理掉那只。先处理掉这只啊，那只好烦。你看到啊，只会跟着我屁股走。还是我气泡应该是卡住。 来吧！上了，开了！我准备丢雷射。你没有带雷？那边，我这里哦。那边在丢烟。画面出烟。 他跑到那边去了。这边也有烟。哎，回来！你叫补给吗？三个烟吗？有啊，你叫补啊，在这里。 哦，还跑到人家的山顶上，对啊，一直都是三个烟啊。他有时候不是只有两个？没有，那个第一个是看不到，是看不到。对啊。哎。对啊，带的是比较好。对啊，我觉得是一方面是我们现在可以放在上面，第二方面是它改远之后雷射就比较不怕烧到。 本来会烧到啊！要不然你看，虫子还是有烟进。清一下这波吧。这里有很多反坦克啊！不知道他，不知道。应该可以走了。 开始了，往上那边。有没有补给啊？没有，已经残光。丢完了，刚刚说是丢完了，我也不要。到那边叫补给吧。这里也有。哦，我需要，你要是你需要子弹吗？这里有针啊。这里有两组针吧，三组。 那边有重置，没有锁得到。OK。那边，这里，这里。需要子弹。啊，这边叫补给。
他那个砖头是谁掉的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扇子吧，扇子吧。我丢的是补品。扇子，你可以到时候飞上去再丢下蛋的高地，要不然我们这次就守这个。我是觉得有可能守不住。他打了 ，gas。因为刚刚有漏了。要开了吗？好，开。我压第二个烟头。我已经开了，我已经开了。那、啊、我们要记得丢那个雷射哦。哎、欸，谁啊？谁啊？谁？我不知道什么爆炸死掉了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吓到。我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我也不知道，突然到我还被爆炸。我已经，我雷射直接掉地上了。哇，这很奇怪，然后忽然就。不知道啊。好嘞，好嘞，打下。楼下，在楼下。哎。哎、欸，要被炸死了！是不是我显示丢到那个烟那边，但是炸在我们脚下。我什么东西插脚下？空袭，丢在烟那边，然后再炸我们。哦，快爆了！角度高点插吧，高点！救他！还错嘞！你那个有角度问题。这机炮在这里哦。对啊，那这样你才是守得住，是要骑车要有办法判断。很好做啊！这里就守不住了，这里就守不住了，太多的尖叫虫守不住。啊，那我丢雷射了，反正这个角色也糟糕。那到那边再丢吧，没啥。应该到了再丢吧。这点好像没差啊。这点没差。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？哎、欸，他怎么死了？吊虫。没事，我还在外面绕。我的扫地工应该派上用场了吧？上周那个飞刀。太多下去，太多会爆炸。你后面再喷一点的时候就要赶快来。有子弹吗？有，加了在这里。我捡了。当那个诱饵。那边那边有野生子弹。哦，需要也射就好，也射就好。哎、欸，这给我拿的是红柳啊！哎、欸，两只靠过我就没了。我靠，那个飞虫。把那个我的空袭顶回来了，会啊，会啊，没有错的。我在哪里？知道我在射什么，反正一千多的射速随便射。都朋友。刚刚回到电磁炮都没有用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这场没有出货布啊。有啊，不是我这有啊，烟有出吗？货布直接被那个无为什么？这个砸掉啊！我力炮全部轰掉啊，我们红最快。因为我本来在如果没有，就是被我的雷声砸掉啦。一出就被我轰掉了，来上去了，该上去来了，有人不让我走啊，有人的枪械很危险啊，该走了，我的狗还在听哦，啊，
好像也只有我可以耶，趴那边用狗在扫。你们要学学看你们新兵教学那时候教的，趴下。为什么不直接把炮台打趴就好了呢？哦，好的，我们就应该把它杀掉。趴过，趴下，然后爬过去。所以这样试下来，会打的话，还新兵装还是过得了。应该说晚一点要是直接丢在平面，不要丢在上面。不过我猜大同小异了，对啊，应该是可以。就比较有可能被打包，就变成说你要放在牙齿旁边的。那带雷射狗也可以啊，我是觉得带雷射狗或炮台应该都 OK。可是你带雷射狗就不能用探头梯啊，我完全新手装。我也是啊，现在完全新手装啊。啊、那个债券第一页的那个卧底装甲、啊，我的盔也是新手，枪跟枪手，那什么都全是，然后全部都是啊。结果发现我连那个副武器，那个小枪都没用到。